爸，走吧，走吧，爸。以后想练车了，我就陪你来坐；坐完电车呢，我就陪你来看戏。哎，这开车和坐车到底不是一回事儿啊！哎呀，行了吧，走吧。 黑板上写字儿，放呀嘛放光明，什么字儿？放光明。学习。学习二字的认底情。认底情。啊，认底情。要把道理说。好，大家都来了。中国人为什么要识字？咱俩刚唱的是啥？夫妻识字。第一句是黑板上写字儿，咋了？放光明。拿啥写字儿？白粉笔啊。白粉笔闪亮啊。不闪亮，你放什么光明啊？ 哦不，他就是一种比喻的手法。老万，大侠，喂，叫姨。什么姨？给我叫老了，叫姐。哎，秦团长，快来一下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可是我们的大英雄万德福同志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姓邢，是这个文工团的团长。你好，秦团长。你好呀。刚好，你让大家伙都停一停，都归拢归拢，我们让我们的。 万德福同志给大家好好上上这个革命教育课。不是这，快机会难得啊！行，那我就召集大家开会啊！来，都下来吧，咱们一块儿在这开个会，快快来！哎呦，怎么找了个这么个地方见面呢？这是我凤海的福地。 怎么样？大姨同意我离开大连了？不同意。大姨这是把我当成过河的卒子，想随手抛掉吧？你多虑了，在大姨眼里，你是大连这盘棋局的关键棋子，不能缺。行了，大姐，这种话就不用说了。大姨一再强调，党国在大连的大业离不开你方先生。 我要面见大姨，她人在哪儿？我哪知道？我连大姨的影子都没见过。在座的很多人，没有经历过炮火的洗礼，没有经历过革命的考验，当然了，你们站在这里宣传革命都是好样的。但是，英雄不是演出来的，是阎王殿里杀出来的，是从鬼门关里闯出来的。 这位万德福同志，当年在放火团的时候，可是跟我并肩作战，立过无数功劳的，这才是大家应该学习的好榜样啊！那个人是你爸，所以下面我们就让万德福同志给我们大家讲一讲，当年是怎么跟我一起做这些英雄事迹的。来。 不能，不能舍得，还是不讲了吧。你讲吧，没事儿。不知道讲什么呀？你就讲我们当年招鬼子费劲的事儿，大家愿意听。哦，好了。哎，大姨还是不让除掉高大侠。大姨肯定是觉得我已经暴露了，想把我推出去当靶子，吸引高大侠的火力。小芳，你想多了。行了，大姐，你就不用安慰我了。革命这么多年。 为大局牺牲自己的道理我懂。你转过大姨，我方若愚誓死效忠党国。走吧。你先回去吧。啊，你要干什么？心里烦得很，碰个海，拔个凉。还有事吗？
我看你怎么拔凉啊。这是我怎么脱呀？轻点。同志们呀、啊，那个大火烧的那个旺啊啊，当时把晴天都烧成了阴天了。哎，是黑天烧成白天。你说的是晚上啊，我说成白天了。大侠说的也没有错啊，就从晚上烧到白天了啊。你们想啊，那火一大不得有浓烟呐、啊？那黑烟一大起来，把那个太阳光都给遮起来了啊！哎呀，这一把火啊，烧的是真解气，老百姓啊，都把这大火叫做天火，把那小鬼子烧的是晕头转向、上窜下跳的。他们四处抓人，但总是抓不住我们。那个，我插一嘴哈，其实不是因为小鬼子们笨，是因为万德福，我还有我们放火团的同志呀、啊，是真聪明。最主要是我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掩护。同志们，大连市公安总局就要成立了，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第一支城市人民武装。经过组织研究决定，由山东省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东斌同志任局长，市委书记韩光同志兼政委，我任副政委，傅家庄同志任公安局综合处处长，高守平同志任公安局行政科科长。那以后我们得管您叫李副政委了。革命工作不分高低，就是一个称呼，一份职责。李副政委，我觉得这行政科科长我干不了。怎么还嫌官小啊？不是不是，我干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发财的。这个觉悟高啊，值得表扬。那说说你的理由。我是觉得我这肚子里也没什么墨水，这行政科这么重要的岗位我怕干不好。越怕干不好越要学中干，干中学，争取干好。行政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除了要有文化，更要能保守机密。这个职务我们也是考虑再三才让你来挑这副担子的。周平，给了你这个舞台就是要好好的磨练你，将来对建设这个城市乃至这个国家你要做出更大的贡献，你要负起责任，不能辜负。我一定不给组织丢脸。李副政委，那高大侠是怎么安排的？对啊，他的组织材料还在他那儿啊？啊，他来大连的时候说要交给组织，我也跟您商量过，咱们的组织还没有建立好，我就说让他自己先保管着。嗯，这个事情我知道。还有几份材料是牡丹江方面应该提供给我们的，我们已经催要了好几次了，到现在都没有回音呢。那怎么办呀？等牡丹江方面的材料来了以后，我们会安排他新的工作的。目前还是先让他在文工团继续干吧，那里也是我们共产党宣传革命、发动群众的重要阵地啊。那除了文工团，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他负责一些更重要的工作？还是等政审材料来了以后，我们再说吧。